台湾彰化大业大学一名大马籍大四男学生，三号晚上身穿蜘蛛侠服装，从宿舍五楼阳台坠楼身亡。有目击学生说，死者先在阳台将手机架在三脚架，按下自拍钮后，站上五楼阳台的墙角，想学蜘蛛侠的招牌蹲姿自拍，却不小心失足坠楼。这个孩子本来其实他平常就会做一点 cosplay，、嗯、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呃，所以相关的后续今天会发生。 这样的状况，其实我们都还要等检察官相验之后，然后我们才能理清状况。 住在同一宿舍的学生也透露，死者很迷角色扮演，蜘蛛侠特地花钱买了一整套的蜘蛛侠服装，还经常穿上后学蜘蛛侠跑跳和攀爬。没想到却也为了模仿蜘蛛侠而丢命。根据警方，除了坠楼现场的地上有一滩血，蜘蛛侠的头套里也是鲜血，可能是该名学生坠楼后头部直接撞地，头颅严重出血致死。警方也在宿舍顶楼阳台发现死者的手机和自拍用的三角。 研判可能是死者为了自拍不小心坠楼，校方也已经联系上死者在我国的家属，并将全力协助家属到台湾善后，并将为校内师生提供心理辅导。NTV 七综合报道。